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最近是不是待在家很无聊闷坏了呢？每天下雨又有疫情，我都快发霉了。没有错，没有关系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唱那个让自己的心情愉悦愉悦，好吧？我们大家一起来唱《四月望雨》。没错，我们《四月望雨》呢，要邀请你，还有你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我们大家一起唱出来。这次我们先唱，下次换你们唱。接下来换你们唱，我真的好想听到你们美妙的歌声哦！四月望雨一起唱，征集活动呢，千万不要错过了。